你如果觉得自己很惨，傻的那种，你说你说你的位置暴露太深，你是自己会，有没有老推着你打不倒，打不掉，你说你的位置暴露。没有集中精神，还在想。站着太浪费。哎呀呀呀！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不要站。对，因为三球就是打后场，你要防守，你防不到后场，然后你接不过，你就难受。出差旅行啊，那个小便是一个部分。
僵直而已啊。僵直的以后要登记记录，就变成负债。对，所以后面的不是很少的，对，很有用。对，那个僵直有毛病，快点下去。太是不够了。这种有准备，你就直接打；如果没准备，你就要放掉。不能三天内。其他不在。应该给你对吧？一样下来，我的手还是这样。
把我吊起来，来来来。
然后呢，给对方，给自己的同伴，然后呢，他必须。